起床啊你！这班怎么是停的？是妈没有教你，还是你没好好学习？我见你还没回家煮啊。因为你爸这日要回来找你，他早就回来了。我妈当年不告而别，肯定有她的苦衷。妈，妈，妈，快乐王子今晚10点，八对空间，笑对人生播出。